看一下你的遥感。嗯。啊，阿姨，如果阿姨如果要用遥感玩，应该啊不行哦，她的右手都不行遥感。没有，阿姨你可以去买电脑版的，电脑版可以分开来。也是不行的。我说电脑版的那个飞行遥感。这只就电脑可以用没？私らにとっちゃうまくいかない。它也可以分开的，这个也可以分开来，我讲把它组起来的啦，左右两边的。没有，我讲的是另外一种那种有苦力帽的那一种。你那台你那个没有苦力帽的。苦力帽上面有苦力帽。你看那个汤姆克鲁斯他们的那个电影的时候啊，就是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握把上面都有一个长得很奇怪的圆圆的东西？有啊，我有啊。但是你那个不能调啊。可以啊，它就是左类比。是啦，啊算了，跟你讲的不要跟你。我说阿姨，你去买电脑版的，你就买那种比较好的飞行遥感，你想干嘛都可以，还有脚踏板的。这个也可以接脚踏板的，我直接赛车那个直接接就可以了，就一样，这一只就 PC 的嘛。但是它游戏不能设定的、啊，对。这是他们不能用的，不好的。之前以前刚玩电脑，听说飞行游戏很流行的时候，我靠，那一只飞行遥感卖好几万。そら、今日もまた新入りが放り込まれてきた。こいつは何をしでかしたんだか。那种超拟真的飞行遥感。私の父さんは大塩空軍で死んだ。敵に包囲され撤退する友軍のその撤退へは危険な任務。台詞を忘記了。以前那时候，以前电脑游戏很多飞行模拟游戏的时候，有出那种很贵的那种飞行遥感，一只就破万的那种，就一只哦，还没有那个节流阀那些哦，没有那些无微波的油门啊什么都没有，就一只遥感就20000。誰しもが同じように考えただろう。戦後父さんの戦友の様子をうちに伝えに来た父さんの戦友がいて、你刚刚没办法过的关是哪内容是什么？第三关。父さんは伝言に志願した。内容呢？第四关的尾巴就是。そして死んだ。刚开始先躲那个障碍嘛，然后到那个。私はこの話が大嫌いだ。那个塔那边啊。なんて惨めな死に方をしたんだ。可是他这次有，他这次惨めに思ってきた。啊？库尼，他这一次有那个峡谷关卡吗？最近この基地に懲罰部隊に送られてきたやつについて噂を聞いた。こいつの。我还记得那，我还记得那时候玩 Overwatch 的时候，有几关就是那个峡谷关卡、啊。干，他妈你根本没办法不子弹，你就只能八颗这样打到底。然后呢，你还不能飞得比峡谷高，一飞上去马上就掉下来了，上面全部是防空炮火。父さんがあんな死に方をした、あの戦争の指導者がハリオ。要约我、啊？私はこの新入りに礼を言うべき。啊？要约炮吗？いや、虫子を捕らえきれないのは。约射炮，我觉得。この誰もが誰をも信じない腐った空気だ。看约炮，又不是现在。Mission Five。约炮，妈的 ，PTT 就有一个一夜情版，自己没听过呀。本日当隊へ移送されてきた新入りは国際停戦監視軍の軍事法廷による有罪者。あ？その罪は重大。なんと。没有。ハーリング殺し。我也不想讲。ニックネームはトリガー。我が大塩軍団444航空基地機構隊に本日付で所属となった彼だが、その存在は。要约炮？还什么约炮软体 ？PTT 就很好用。ハーリング殺したるかいやかの違いはそれほど大きくはない。红酒说：“哇塞，这是什么浮夸的装置？波浪服，超浮夸的装置。”红酒晚安。空战骑兵的那个应该是官方巡逻的遥感。哦 ，KT 上空邦蛙。今天要来一场乱战，先过一关以后，找库尼还有那个各位朋友，敢可以要不要进来打？他妈要不要？我报仇。他妈是不要？要不要开分享？刚又不先开玩笑，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开分享要怎么弄？我头很大。你不能好好用手把玩吗？用这个玩超有感觉，是吧？
OK。主力は無事のまま準備を整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マッキンチ。兵を止めろ。このやつだ。この兵器ザップランド。マナヤス。さて、何機かスクランブルしてもらわなくてはならない。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被你炸了。ダミー滑走路の上空に航空機を確認。形の上だけ揚撃機が上がれば十分。廃棄寸前だがまだ離陸できる機体を何機か用意した。今回も重大事故が起きたら、まずはハーリング殺しのお前からだ。敵爆撃機の撃墜までは期待しない。この機から揚撃機が飛び立った事実だけを敵に見せつければよい。哎他 LPF 单机解开了也有是哦所以是一起用的这么好哎对好像是嗯所以 KT 也有买哦 KT 没有了没有KT 怎么可能就买到的对啊我怎么可能买我连 VR 都没有你干嘛一定要用 VR 玩了 VR 又不能玩单机VR 还蛮痛苦的、哦、我不太老实说玩起来其实很痛苦但是我玩的还蛮嗨的所以你是抖 M 吗对你哥是九55J 行きますやっぱトムキャットだな俺うんあは不能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玩出现一个目前无法操作分享者的游戏现在是没有吗我要有忘了行不行这就不对啦你这时候背景音乐应该放 Top Gun 啦他没有啊丢丢丢要使用他都不能够自己他都不可以自己自定义那个音乐我就自己放对自己放可以放啊可以在游戏中让他放吗、嗯、怎么弄我还不知道看不看哥我多得很好不好我还有我还有他的电影 Yes 红酒看到浮夸的装置可是很屌就是打不到的Yes! 耶呼飞上天空的人也很爽是不是掉下来也蛮爽可以跳伞吗很爽红酒说：“呵呵，画面真的好，超好的哦，画面超漂亮。我这只是开 720P 而已。禁止开火的状态，要等过场来了吗？
来た。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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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干嘛、啊？快点呐、啊！你反正过不了了，来。你到底在飞什么东西啊？现在不能开火。他们这个是在干嘛？闪呢、啊？闪敌人呢、啊？可以。好吧，到时候一定有老外把这个拿来拍他们的。你这样画面跟音乐搭不起来吧？一台都没打到。阿哥，你应该开直播吧？开了呀、啊，已经开了。开了，已经开了啊。190。红酒说：“这游戏用 VR 玩要。”阿姨，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片碟？我就是在 VR 玩好玩。啊，那就边边的样子。哎呦！所以只有两枚，有人挂两枚飞弹哦。啊、我有特殊子弹，但是可以切一次。我嘞，不要追我啦！现在是三个人一队，还是三？阿、啊、古在复试的是。我们现在一对一，我跟阿宇。因为我去线上跟人家对战，好不好？那老是在那边自己打自己，很无聊。这一片来玩的，对，像我们家小朋友就有东西可以玩，我们家小朋友超爱看飞机的。哦吼！哎对，二哥，他的应该都是吗？真的久啊，对吧？我说阿哥应该再去买个实现回来的，对。那这一代如果卖不好，以后就没有了。被拉克喽！哎呦，看，直接撞了，我太帅一点。那倒可真的。哎哎，你的飞弹追了很久了，呀！你这才是吧？很卖账。哎。
阿姨，赶快玩完哦，玩完记得把它卖掉，因为阿北应该会把它卖掉。不会的，我已经有这个礼拜几，这么久。你早来了，你妈的留了一大堆东西。对呀、啊。感觉这个就以后剩了。你不是有去买房，你还不是有买方向盘？买方向盘比要买游戏卖掉。没有啊，一定还会留一些片，不然买的没得玩，就是很惨。这片还真的只有这一只，大概想玩而已。对啊，这只就够本。走。他知道在说谁来了，忙我乱飞。有乱度没？对啊，谁啊？应该是不认识的吧？不对。感觉失败了。ARC 都不知道在打谁。这个任务是要保护那台飞机的，看我失败了，妈的 fuck！ 我觉得他那个指标上面写的字，我每次都会 lost 掉，他到底现在在讲什么？他只是正大光明打在中间，说要干嘛？你看，对啊，现在前面也有五分钟不知道干嘛这样飞，这块有讨厌。那个字还是白色的，对啊，我有点看不见了。妈的，一到飞到云层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对啊。阿可的打法就是前面有东西飞过去他就打，没有飞过去他就乱晃这样。这游戏就是一直追尾啊，他除了追尾以外就是追尾，你要绕。可惜 over 机不会再吃了，不然那边两个人。当然他没有办法像万车一样，他每次拉扯很久。不要这样吧，等一下好不好？飞机耶，你来不及嘛，要换机。干掉！我先到红的那个点。等一下，红色那应该是他给，要把它干掉。你刚刚用的是哪一个、啊？红酒说，机关枪子弹都不用钱的。不用钱，完全不用钱。那个飞机啊 ，F 十十六嘛。F 什么？我先去打红色的飞机。F 呢 ？F 二十二啦。二十二，阿颖到底是用哪一台？长得很像 F 十六那一只。长得很像 F 十六那一只，你讲的还是他妈的有够明清楚啊！他的符号。对
红点在你的右边。我知道，我在看比赛。没看过护卫机这样护卫的，离那个飞机都超远。自由射击。你要护卫应该是临时的那一台吧？我右前方出现敌机了，在这右后方。这样这样。哇！他说他不会去打那一台，是你要护卫的那个目标。他说我怎么觉得他这一台是？现在敌人出来射击。氪金说：“氪金玩家秀装备的游戏。”氪金玩家，这也是没有氪金的吗？不氪金阿克早就砸钱下去。阿克最近中了大乐透。嗯？这样，哪里打过来？他一边听一下，就被人在电站当中。你刚才没有听到空调有人乱入他们的场所吗？在那边飞蚊子也在我前面飞是怎样？干你娘的，好想打！那个啦，那个啦，那个啦，吐口水，吐口水烟，干你娘的，真的是。起内。什么东西？阿姨说什么？多少飞弹？你们被外人打死了是吧？好痒。等下这个降落的那个画面实在是，感觉要降落，我看到那个。在飞啊！可恶！我要清地板了。
干，还来咬我。哦，这个降落真的比 over 机简单。over 机那个连那个降落的那个角度都要对，不一对的话直接插在地上。那时候，因为他第一次降落 ，over 机的第一次降落，你一定要自己来，不能叫电脑帮你来。然后呢，我那时候降落的时候跟 RG 打了一个晚上才降落成功一次。六个钟头，花了六个钟头在降落。金克不安说：“今天又是打飞机。”今天又是打飞机呀、哦！你可不可以慢一点嘛？你可不可以慢一点？哦，F 三十五十，是你找人家挑的，对、啊。不是啊，怎么让我换飞机啊？换什么？是你找我的啊，阿姨。阿姨离场抗议，离场抗议。啊，不用啊，换哪一台都一样的，干。不会开就是不会开，你们就只敢欺负阿姨。我也不太会玩。但啊，密やかに咲く貴族の気品を漂わせている。私は自分の目が時折姉妹の方に移ろってしまうことを禁じ得ない。飞机的涂装可以改吗？可以，但是它是用解锁的，完成任务表现。做哪些事情？所以不能自己涂颜色、啊，可以涂颜色，你们就可以组个游民战队，把 logo 贴上去之类。彼らのジャンパーのワッペンは、今はもうどこにも存在しない国の紋章。只记得那个红色是哪一台，蓝色是哪一台？他没有做痛击的系统，最初的国土拡张应该没有，对，只有自己。比如说后面可能会有联名的那一种。如果有痛击的话，你可能看到一群战那个基地巴巴的那个系列啊，印度小子啊，偶像大师就出现。超时空要塞，超时空要塞那个算简单的，我说战巨巴巴的那个才叫难。所以这个游戏的飞机总共有多少台？不知道，这是几台吧？空の戦士として負った傷ではない。ミハイの故国はシラージ。彼の本名はミハイ・ドミトル・マルガレータ、コルネリウ・レオポルド・ブランカ、カロル・ヨン・イグナチウス、ラファエル・マリアン。他妈的，这个人的名字也太长了一点点吧。彼がまだ若く、大公国の世継ぎだった時、共和制を求める運動が。中の方、干你娘。米海に向けて引き金を引いた。外面在，外面在被乱打他吗？被乱打，我们还打他。多么的，对啊，这名字是米海的搞笑。革命はなったが、终于被我击落了。拡大するエルジア王国に、遊戯外也击落。エルジア王家は彼と彼の一族を王族に準ずる者として扱おうとした。だが、米海はエルジアの一平民として。徴兵される道を選んでいた。他会老是エルジア王は彼に空軍士官学校への編入を命じた。以来王家が倒れ、エルジアが共和国と変わっても彼は命じられるまま戦場の空を飛んだのだ。红酒不是有 PS 四吗？怎么没买这一片？快啊！可惜要战队。実験基地が急に華やかになった。ミハイの孫娘の同級生が訪れたのだ。这两个字他妈的。大人跟小孩长脸几乎一模一样，是这小孩子太操劳了，脸长得太像到有点操劳了。我觉得这个女的长得来历，可爱。新エルジア王国国王の娘だった。阿克知道永濑利子吧？这个我不知道。阿霍，王家の血筋として探し出された娘だった。Ranch Race。だがこの王女を得たことこそ。エルジアの幸運だった。もう人の模組做画太像洋娃娃。娘が気高い夜空の月ならば、王女は太陽。没办法吧。感情が豊かに湧き出す。咦？怎么了？戦火の中にある人設一直都是 3D 的模型，一直都是这个模型。也不能说他不对啦，因为老实说，因为你现在看过游戏太多了，也习惯老外那一种比较。内心では祖国の独立を願うはずの護衛機パイロットたちも微笑んだ。三個永濑利子，有没有？はい。怎么是 copy？
全部都是肯做细贴上的。私は彼の神経データを除く技術者と思う。这刚刚是六代的那个主角吧？彼の魂の奥にあるはずの故国に対する思いを。都没有去研究他故乡的。有些朋友真的有研究。六代我根本就没有，王宝就把它卖掉了。哟呵，这个也来的。蓝色就是啥？别只能说。哦，有乱入耶。乱入有，因为你乱入没有关掉。那什么关系？就跟人家乱斗一场啊，打一打，比一下，比如说。但是会被虐很惨啊。反正对阿姨来说有他吗？你们两个都在虐他的。没有了，他很厉害的。前几天天下午打，那分数还不低，开玩笑。对，因为敢偷偷的他妈的，阿姨怕阿姨怕被骂，对不对？剑魂打一你被你骂到麦片，对不对？有、好厉害！所以阿姨只要打输你啊，这样才有人陪他玩啊，不然他就只能麦片。有、好痒哦。啊什么？哎，你说什么？他妈的，我又看到一只蚊子。阿姨，又另外一只。第三名的阿姨。我刚挂着而已耶。什么事都没做，第三名，干你！不可能啊！我是后来的玩家而已啊。Shit。哎，要换就赶快换哦！有，尽快 ，OK。开不是四 D 好了。等一下吧，嘿嘿，我刚刚等了一次哎，我已经等你，等你了啊！不会吧，最后我们只差没有存档而已，哈哈哈哈哈，什么？笑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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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不应该，我觉得你应该不用换，因为你刚刚得了第三名，十五秒后再开始就好了，不用换的。对啊，我已经得了十五秒，然后再等十五秒了。刚刚啊，那你就等阿姨弄到好再开始不行吗？那么现在一定要直接这样开始？不行不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已经妥协了，阿姨。没话说了。但是阿姨，你刚刚得了第三名呢，我刚刚是第四名啊，应该不用换。他可能这一关是要打空对地，是不是？可是你带的飞弹是空对空的。不知道，他们仔细看。你弄错飞弹了吧？那不能锁地上的、啊。
干阿姨打我。没有打你啊，选错了。因为你看，我又没有看那个作战的。看有人不打上就局。感觉他打那么多，哪得及？换一下，用机枪打。给你。太近了，是撞山吗？那个，看你去，安尼鬼家伊有家是超鬼。哎，阿哥，好吧，你这么想要电我就对了。没有啊。哎，我用这个武器不太对。不太对。因为只有两把空对地的，而且那是短距离的空对地，你现在用长一点的空对地才行。那另外一组又是空对空的。不太对，你娘的。厉害的毛公子啊！好了，还是跟库尼他们对战好了，要不要刺激？啥说的？哇！原来你可以直接对战。可以啊，我只是在玩过关的。他一个人在玩呢。没有啊。我是先过一关。KT，KT， 哎 ，KT， 他只是在逃避现实。这个就对地的，看不得。嗯。他这样扭，往下跑。这个也是空对地，但它射程很短哦。下面那一颗射程比较长哦。这是四发。这颗是空对空的，另外一颗啊，另外一颗，还有一颗啊。没有了，没半颗了。这也是空对空啊。啊，这台只有这两种哦。空对空。空对地，空对空，他这台是完全空。F 幺总是，拜托不要开这一台去吧。可是这个是范围啊，对啊。这个是对地范围。那你还不开 F 四一算了。这种飞弹数量都很少了吧？后期你要帮他装一下。你有 A10 吗？哦，你没有拿到 A10。你不是要去对战，为什么在玩单机？库尼他们在打，打完好了。阿克说要逃避。解释了。赶紧聊，你不早一点讲。那你要邀一下。你就不能等一下吗？你直接邀。哪有库尼？库尼都不会等的。那干嘛要让他当主持人呢、啊？他一直都不。那为什么要让他当主持人？他都是特别来宾的，什么都是主持人。我说，那为什么要让他开场呢？哦，你说那个，因为不用再开一次。没有，肯定会有人退了，没有问题。所以，那就重开不就好了吗？
好。总该，我总该哦。啊，应该有。我终于可以买了，太好了。没有，因为他那个不是拉克用的，他是扫一圈，他那是范围使用。扫一圈，反正要飞很久。他那比较像轰炸机。掉了。投身很多期，啊，什么问题？我说你是不是有强化很多个？没有啊，没有，手感最好没有啊。我只是买了那个 Tomcat 啊 ，F14。地油。아이브라요맞아맞아맞아아이이제弄好不然库尼等下不等你就没品超没品可以马上就要来加入对战来吧可以是来可以是来电你们的啦来电我的那些去温度最后坏的信息阿姨不来吗？加入了，不要这样子啊！你在急什么东西啊？他妈的死人！可以杀手打。有，我刚刚也有， oh. 有可以啊，但是他应该还没开机、啊。有。我们先玩一场。不是要给人家乱入哦。有乱入，所以可以哦，可以进来啊。我刚不进来了吗？有妖。这样听得到我说话吗？有。我怎么刚刚讲话好像没有人听到？我刚刚没听到哦。你刚刚进来完全没声音啊。Sorry。やっぱトムキャットだろそうトップガンだからなかっこいいおそらくトムクルーズあはわはわこれ F14D よ超ねえな蓝色飞机おあいいよ哎、欸，为什么突然前后都来一发是怎样？前后都有哎、欸，醉啦！直接被加工。我靠！敢阿姨你狠！这应该是托尼吧？阿姨，你那台是什么？没有，我现在追阿姨。137哦。那一台垂直爬升力超强哦，闪飞弹很好用哦。哎、欸，开始有不认识人来了。啊、哦，有乱入。我干，睡哦。
二个啊。但你看，然后你们只要用机枪，都没有，只要用机枪打到阿克，他就死了，他已经红血了，他快爆了。我已经爆了。我也是。谁追我的？比特说：“线上对战，线上对战就是，所以他爆掉就不会再出来了，是吧？会。哦，你们玩的是那个 Deathmatch。比特说：“可不想加入。”可不想加入，可以啊，可以啊。你们快一点的，把阿克打下。我都是瞄一瞄阿克，然后我都把阿克打到飞弹上。可以有吸飞弹的特异功能吗？我装那个技能，对不对？瞄到阿克，哎，追我。别打客户，哦，全部都找我了。好，得到服务要签名了。干嘛要签名？需要。只要他签名，然后卖不了钱。干。哎呀。喂。线上对战没有雷达、啊，有。要不要到？刚才一直追我的是 IE 哦，妈的！是我，然后我被阿姨剪尾刀，我被阿姨剪尾刀是阿克吧？两次被那个阿姨补尾刀的，他都在那个外围乱飞，然后看到阿姨专门是补尾刀的。哇塞，打到不够用了，漂亮。拜拜骷髅那个黑猫啊，我死了。骷髅那个怎么会是黑猫啊？骷髅哎，骷髅哎，骷髅哦，骷髅。我那骷髅还系统打就对了啦。对的，他妈的，那空中飞的都不是好猫啦。不对哦，那搞不好，那搞不好是台湾人哦。哦，黑猫中队吗？嗯，管他的，这黑蝙蝠中队也造扁。Yes， 哎，人哪都没打到。被 MVP， 看超不要脸，他在旁边捡，他都在旁边捡人的。就这么一群，我都不要打到说被阿被那个这个阿姨捡走。我傻蛋啊！大概就这么机关，他机关加没？二十小时在阿勒对这样子，哎、欸，一对一，哎、欸，四对四哦，四对四哦 ，random。哎、欸，你要去玩四对四哦？啊，你确定吗？阿可打自己人很强，打别人都不行哦。没有了，这个都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哪队，你们记 random 就可以。反正不要跟阿可一对就对了。你跟阿可一对呢，他不会打别人，他会输，那你会输。你跟哦，又来了，拜托。3-3，为什么不打4-4？为什么要3-3？
啊，赢这两个了。哎，你干嘛？加油！KT 今天怎么那么晚才到？刚才去参加国建的聚会。哦，国建又办什么聚会？他每个都说，突然觉得好险，我没进去，都满装妖兽哦。你去还有我先办聚会，就是那个好野，大家聚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观感你观空你不要选暗兵工的观感，就到时候就越打越高了。我真的是随机吧？我知道了，对。那关卡有一些都是偏暗的。对啊，刚刚那个碎是怎样？我打到我会打到那个人还碎，那是对、哦。没有了，不是我，不是。他可在，他可在用射了人家，结果没射到。然后现在他要掉下去了。现在被追得很紧。他说我掉下去。你看到他雷达上面有五个红点，在那边就围着他，他要中了。哦，三台在追阿哥。对啊，干你你啊！我靠，太惨了！总共六颗飞弹，连 VP 然后忙打完就被空尼追到，干，被空尼打爆了。fuck！ 我这样子，这就中啊！我过去就直接被打掉了。嗯，可以跟阿哥一对吗？国建比吕说安对。那你会输了啊、哦，因为阿克不会打外人。国建，迪克说：“我也来开机好了。”好啊，迪克来。国建比吕说：“蜜蜂有跟阿奇连线吗？”迪克说：“国建安。”迪克说：“没有。”无关加冕。迪克说：“我害羞。”干，跟你飞得超快，很早。不会啦，呀，他是在哪里？在哪里？在你后面，在你后面。国建比吕说：“害羞什么？你不要把阿奇变得太难看就好。”哎，那我跟阿奇距离远一点。你要离阿可远一点的。阿可在哭，在哭你呀、啊。比克说：“刚才刚讲了两种。”比克说：“我先去开机。”有了，有了，有了。比克说：“加 AR 四好友。”阿哥啊，阿哥，你不是 GTA 很会开飞机，这也没有开得很厉害啊。不一样好不好，好吧。撞哦，干你老师的，哭你，那下。你看这个，我操的！你倒是追我，不用追你。阿可现在打的，阿可现在打下来的全部都是认识的嘞，那两个外人你怎么都打不到啊？没有，我可以打外人。你都是打认识的嘞，我去打外人，打给你看。妈的！你现在明明就在追阿义。有吗？啊，没有，他现在换追别人，他刚才在追阿义。那叫苏凯57，有这台飞机吗？有。你就真飞机有真的真实有这一台吗？
我开我开到到出凯五十七了。那阿德已经追那台出凯最超爽的。哇塞，全部来锁我，他妈的！完全没法动，干！要这回了，干他妈直接用弹了吧。他、啊、把那个特殊武器一些丰富的话，那这个亚马桑，亚马桑还蛮厉害的，不太用，追不到。对、哦，他可能因为他那台是主牌，你那台很难追到他。敢追到，但是我被打了，危险。Nota 来，Nota 三声，我要蓝声球。我要要你们说。よし。入ってこれるよここ。誘ってくれれば入れる。誘いが必要か。あ、いい。あ、これでいい。靠背よ、班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还是死了。我被打下来三次了，干。班长，不要抱抱背啊的。干，我当然要帮阿姨啊，对不对？我去比赛，我去吃饭，阿姨都会来，对不对？就只有你叫你不来的那一种，干嘛要帮你啊？ヤマさん、ナイス。ヤマさん、すごいね。え、おお、俺勝ったんだでも。嘿，至少我帮大家呢，善意的。科一最可怜的，他莫名死的莫名其妙的。我大概有两次被他在公园打架，飞飞就突然掉下去。对。明白。比特加我的好友，然后把你邀进来。然后库尼要拿我打，这样刚好好像就满了，是不是？哦，我已经，もうナオト誘ったけど。OK。不然你就先提出。不然你们就重开比较好了嘛，你们打得快吧。重开没意思。对啊。人数啊。好了 ，OK， 重开重开。然后你按那个限定哦。OK OK OK。先跳出。为什么？你要限定什么、啊？你们四个人在玩而已哦。那得一回出たから、もっと待ってよ。啊，没错。阿可，阿可，你们就把要玩的先要要，剩下就给人家进来就好。对啊，也不用限定。好。我要去尿个尿一下，干嘛打一打？妈的，会憋尿呢。憋尿。刚刚不是跟你讲，刚刚就跟你讲了嘛，保特瓶啊。干，这个真的要保特。阿可，顺便把，真的是要保特。顺便把分享出来。就这样吧，顺便把分享重开。欸、然后阿哥还要找谁啊？没有，都 B 都上，应该可以进我的派对。欸、你可以邀吗？你可以邀吗？欸、可以。可是现在派对已经满了。阿哥重开了吗？阿哥你重开了吗？等一下、哦。没有，现在好像是五六个。哦，游戏是可以邀的哦，应该没问题。等一下哦。派对现在七个啊。还有一个空位，好，比特看要不要进来？我先，哎、欸，库尼，你要先邀我进你的局，然后我才能邀。我已经邀你了。好、啊啊，你邀我这，对吧 ？OK， 看到了。等一下。然后阿义，然后可以。嗯。好、哦。国建比吕说，今天派对好多人。工会吗？真的。所以总共多少？总共，等一下，六个人啊。想尿尿了，不然阿姨阿狗帮我帮我代打好了。对，不呀，你会应付的那个，还叫我代打？帮我代打好了，好不好？偷懒到这种程度，可以代打。我要打，我帮阿义打，我就帮你打。可以有看到吗？比特我邀了哦，你先看一下。然后可以可以。阿义阿义，不要再跟你讲。啊对，阿义那台电脑啊，我有帮你，我有去找啊，但是我今天忘了，我有今天刚刚才想到，我明天把那个连结传给你哈。对啊。
这样直接开始、欸，有可能还没上飞机耶、欸。对呀、啊，你就够爽的。谁啊？还有谁？哎、欸，不是说去尿尿吗？刚好，他应该刚好回来啊！放心，放心。没有，他要三秒钟上完的、喔。他一定会跑到外面去抽烟，他会回来。对，真的。那大家不要打阿哥好了。不可能啊，有一个不会动的，干嘛不打？他会自己撞山，好不好？不会啊，是知识费。阿姨可以可以撞点子哦。对，然后去打阿哥，快哦。啊！我跟阿哥同一队。不是不是，巴多乱野了，巴多乱野了。就乱斗，乱斗，乱斗，乱斗哦。但是不是？不是我在说、哦、啊？为什么你们这都是屁股对着阿哥？但是阿哥今偷一个猪脚给阿哥，你然后做谁？我看有人过来，有一个人靠近阿哥，阿哥掉下去了，被弹射出来了，没打到。谁呀？耶！阿姨把阿哥打掉。阿飞，阿姨撞到了。没有啊，没有，跟你说你赚到了。誰か後ろにぴったりついとる。库尼，你的屁股对着阿克，而且你被阿克锁定了。啊，干你娘嘞！妈的，偷偷来，干妈打无人机哦，贱人，干！干姑你这又不等的呢，干你娘！哇靠！哇干！啊，被弄掉！你那多过瘾呐，过来！打起瓦瑞呢？我闹死你了！太了他！是吧？我打的都是个对阵的。下下下！我干！阿姨，阿哥在追你哦！告别哦，班长，你有机会。他妈的，我关了分享玩具车。あら、これ特殊兵装なし。あ、なしにする。あいや。这是我们关系啊，这不是我讲的。没关系。不用太认真。因为刚才一直在骂脏话的，对不对？刚才是你们打无人机啊！妈的，无人机还这样打人。那你猜猜看是谁打到你？因为是库米，不是我。阿古达，哦，最近一个就轮滑进来。哎，这时候阿姨，阿姨。这时候你就要学我，要打电动的时候先把电蚊香准备好，好爬上去就没有。也太多人轰我了吧？不是啊，他是好看的。打打打 ，No 叉 ，Yes 这，阿干。而且血压控制专业的操控器。可是啊，我勒么？你赚到？亚达勒达，干你讲，没这么讲，不卖哟。我干，库里这么厉害。妈的，干库尼，等一下开那个 YouTube 那边的直播一下，看你打得不错。耶耶 ，No 差，哦差。国建比旅说，我怎么有想到之前打一起打高蛋那样子？没有被追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国建比旅说，反正先围攻一个。不卖。哪里的？刚没仔细看。全然当たんねえよ。あ、ナオダ発見。哇，阿哥的位置真的好。哎，我已经被走到被逼到边界了，还一直轰我是怎样啊？给不给人躲啊？来的，来的，来的，来的。
哦，打球打你的，这可以的，这可以的。室友，室友。碎了。よし。やべ、激突した。阿克作弊耶，大家都火把玩，他用飞机摇杆玩。做效果，做。为什么氪金呢？何剑比吕说，密宫进去了吗？他氪金进去了。密宫有在里面。他氪长啊。氪收了嘛，氪收了。干枯你，干枯你这很难打，不想打枯你。啊，这家伙真是啊，这那那要挑软的。哦、有人锁定阿阿克，太好了！火箭比吕说：“是吃条人吃，算你厉害了，还半夜支援，干你老师！夜半支援，你有卖呢？喂 ，YouTube 叫做直销やってて，こっちも？そう、YouTube の方。OK OK。”不错了，废话，他妈的，一开始无人机我爆几次，还爆一次哦、喔，不止爆了一次，你又回来好不好？我是被谁打的？敢说？刚刚跟你讲，跟你讲，他妈的，那个混账，敢居然打无人机？我们没有开空位给外人进来哦、喔，没有啊，够了啦，够了啦。这样子库林才可以拿那个 MVP 所以阿肯保特瓶准备好了没有？我不用了，我刚才已经处理好了，库林可能需要一下。你说保特瓶已经接上去了是吧？对对对对，靠背干嘛要土队了哦あれよ。チームバトル。チーム戦よ。うん。なおか敵か。オッケーオッケー。看，库里这样内部输掉。要小看我，好不好？罗德加索失败了。汤姆克克。那个跟阿克，跟阿克玩对战的时候呢 ，Ghost Rider 在不在？我有时间无视阿哥啊！阿姨，阿姨不要打阿哥哦，不然他会骂你哦，因为只有卖钱的那个人。看有人绕跑是谁呀？阿哥，阿哥，他妈的，策略。哎、欸，怎么打一下失速了？靠！所以他只能最多四打四，不是六打六。四打四。好了，啊！不可以选多。你们。今天就是打，因为大魔王不行吗？確かにここのマップやばい。柯一快跑！靠背哦。我没有讲过，我只叫柯一快跑不行了哦。这是库里打。可是阿义阿哥在后面咬你啊！快快快把阿哥打下来，他快爆了。あぶねえ。ナイス。どうでしょう。やべえ。あ靠背。干快爆了，已经中两发了。不要瞄我，不要瞄我。干啊干，他瞄我，操背。干不要。要的。啊哈！这。差点撞墙！
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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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不止一个人在追他。对，没有，我今天看得到，他现在只有两颗飞弹，刚才最多有六颗飞弹在追，现在四颗，现在四颗飞弹追。真不会盖哦喂，喂，库尼的哟，库尼，干去打库尼的。只有七八嘞，除了库尼他弟以外的，其他人都在追他。我可是做黑 OK 了。いや、特等俺 OK にしなかったけど、なってない。わからん。四発なんか飛んできた。あ、你快跑！マジで？あ、関係ないか。できんってこと。そうそうそう。多分二人に追われとったんだ。なるほど。当たれ！あいよ、あい、苏凯三十三年。射程内。啊，对。我干！我下，誰がやった？俺。そう、アイ追ってたら、どうやったな。ちょっとアーク頑張れよ。頑張ってんだけど、もう全部狙われてる。くそ。ああ、おお、もう無理。おお。はいよ。やばい。靠腰，時間切れか。啊，被打出去再一次，算。打死。打干枯你卖呢？马达，不打不打。比较难咬。超难咬的。马达 MVP 打哦。めっちゃうまいな、枯你。マジかよ。コントローラー買います。関係ない。関係ないか。あいいね。おかしいね。アークのコントローラーだったら無双のはずなの。かっこいいだけ。那他的手把太厉害了。可心呢，不要跟他玩，让他一个一对就好了。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这样设定。排挤特金的就是。他都要平均给。那你们就玩大乱斗，大家打他一个就好了。那应该我们会撞击。まあいいか。とりあえずこれで。所以 KTJ 除了你去，还有谁？有多少人去？还有谁去？我回忆一下哈。回忆一下。回忆一下。那不过是一个多小时前的，干嘛？去年左右的，应该有十个人吧？应该有十个人。我说有哪些人？哪些人哦？国政我，然后天权。第二个没办法，那个直播哎。啊，这边不行哦。但，我试了三次都不行。OK。有。为什么没办法直播？还有一些人可能那剧情真的没什么特别好看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通常这个剧情一向都是很普普吧，没有什么特别的吧。原来都是叙事比较多，看他们没有什么在对话。所以应该。あれ、みんな友達と旅行する。
みんなタム・クルーズだ。あれまた会うこと一緒？そうです。タム・クルーズ前面要加地名啊。地名什么鬼？就是那个新北汤姆·克鲁斯吧？新北泰姆，汤姆，台湾汤姆·克鲁斯。哎，他可能是第一个决定的，就是库里达弟弟。库里达很屌的，我失速啦。打了吗？没有。哎、欸，哈哈，白痴。Nice。あれ、誰だあれ？ナウタか。なんかめっちゃ鳴らるピーコロピーコロすげえ。めっちゃ鳴られてない。なんかピーピーが4個ぐらいあるよ。俺がちょっとケツついてるね。あっしゃ。どうやってそっち向くのよ。やべ逃した。これで AKG の電池ない機会。在那个捷运中山国小站，啊，没有办法 ，nice， 那个地方还不错，我觉得。阿古拉到了，阿古拉，是几点开始？从布鲁斯尼尔的，要下，今天下班才过去，今天有补班吧？我有补班啊，我晚点到，大概七点多。哇，四颗飞弹在追阿哥，看起来大家真的很讨厌阿哥。所以快跑！阿贝，你来这里。他是你讲的。啊！被英雄打下来。なんと三体に狙われてる。なんでやねん。来た来た、クイが助けに来た。はい。ああ当たった。狙いやすいんかな、この飛び方。めっちゃ飛んでくるミサイルが。よっしゃ。ナイスサイド。これともう一人あの TWB ってやつが追いかけてる。本当当たんねえわ。我总觉得阿贝在挑我打。睡呀。对，我看他这个在挑我打，你知道吗？没有，每个人都挑了。哎呦，你们刚才看到阿姨就转头就追求你，刚好看到，位置刚刚好，正面。所以一直都从阿姨旁边飞过去，你就掉头就追他。阿贝，横竖都抓得到的。哇哇哇哇！我操，装逼。啊，是阿义哦，一直追我。我没有追你啊，我追的是阿。其实是我。追哭你的有点都是我。
哎呀，哎，发达了，那么得劲的。跟你们自己跟着我还撞墙，又射，又射啊，又射，狗屎那种。你们有把，你们有把阿哥打死？还跟我杀？那个谁的半天？太阴了的。三百个，気持ちいい。三百个。阿哥，頑張った。頑張った。すげえじゃん。是，用个机枪插到一下，这样都有三百分。没错，对对对，机枪，买金刚个人，只是多些的噻。嗯，阿姨的阿可纯粹作弊，好不好？他开外挂，氪金啊，你也可以氪金啊。是，我没有买游戏，我氪什么？氪这一根我。干啥蛋呢？那过来。我买了，我也跟阿姨玩就好，干嘛跟你玩？打赢你要被你骂，打输你要被你笑，干嘛跟你玩？キャンペーンどこまでやった？なおか。六だったかな。六、はいはい、ミッション六。なんかむずくない？普通にね、むずい。所以换了一下队。换呢？换。你这么阿姨同一队，你这么不想跟阿姨同一队吗？你不是 random 吗？对，没有 random， 对，是 random 的。嗯，我刚换了一下，因为刚前两场都是同任嘛，同样的阵的。没有没有，我这次是跟那个阿姨一起。嗯，没什么，没差别吧？有，你现在是194旁边那个一只200分的飞机。对啊，1942，他没有开1942的吧？啊、一只50分的，可以打很多次的。他没有开1942。这个有没有那个？这个游戏有没有那个粉底白尔？阿姨先把阿哥打下去。咱就锁过去。哇靠！碎！哪里的？闹塔！克斯！耶！克斯啊！やった！我当当当！なんでや ？Nice！ やべえ！今俺一体だけ。哦哟，蚊子特别讨厌。蚊子是骂我吗？对啊，是骂我。他为什么不给我打？因为要要最矮。害我坠机耶！哎、欸，对，为什么不给我打那个最矮的？哦，我大我一枪开。哈哪招走战阵也有东西上防护我，又吓到他！哎喂，なんで？墜落してもあるある。あれ、大損傷したら操作が悪くなるのか。やべ、当たった。
哟是这个换我打不到了哟是Pro Wrestler 干我战斗战斗妖精雪峰你知道吗开外挂的还在那边战斗妖精雪峰我刚这个发出来都没有警报，打到。太近了吧？阿哥就等到等了，等了。阿哥从头到尾都一直追，追你在自己咬啊。宿敌ですか？宿敌。啊！结果。啊！亚贝，亚贝，啊！跟你撞击，虽小，靠背，靠分的，靠分，能插到水里去的，妈的，插到水里的，干最可以追到水里去的，斜特，这是一个策略，这是个策略，往海里飞，我们，我这条会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我要分手啦，可以哦，打不打？就跟你们讲玩大乱斗吗？对不对？那就可以不用对面。玩大乱斗一样，这个这画面太黑了，不太习惯。把荧幕调亮一点。靠北。あれ？一位二位取られたのは勝ったか？負けたのか？負けたね僕らが。ああ、そっち1位2位なのに。うん。ああ、面白いね。ちょっと知らん人も入れるか、これ。入れよう。プライベートオープンにして。他那个星级星星的那个意思是什么？看不懂。应该是等级哦，房间的那个嘛，屋主不是吗？不是不是，有一个有那个像科一，他有三颗星，那是什么意思？啊，阶级吧，线上对战的阶级吧。你打比较多是不是？你比较多吧、嗯？没有啊，我只有一颗星而已。跟苦你有一颗，还好吧，我都没有半颗。你有一颗啦，那应该是那个什么少校之类的吧。比这个，哦，这又换下两千了。有啊。嗯，这有加 AV， 有 AV 八那一台吗？我一条暗攻。那他赶紧把你秀，苦你逃生。OK。よし頑張りましょう。いやでもこっちの2人も強いぞ。何もできんとき何もできんよな。これ後ろに使うとったら何もできんよ。前からだったら当たらんじゃん。うん、なるべくだけ後ろに使うんです。一回見るともう3だ。おっしゃ！哇，后面这个哇都黑的，异世界。好，阿哥，阿哥，阿哥还作弊，他看到飞机是黑色的。やめて！
ちょっと来るじゃん。やべ。ああ、あと敵か、そういや。おっしゃ。あれ当たったか。所以阿可那只遥感有对应你带吗？没有，没有，啊，没有，你带不能用。我去啊！现在啊，终于抓到你了。哦，我をやる間に後ろ取られたか。全然分かってなかった。もうアーク追いかけ取ったらやられた。カレクが狙っとる。看为什么那个谢光弹还会有伤害呀？我觉得那是弹。被击中吧，那个星光弹也会有，很小。啊切！哇，我的火箭兵呢？哎哎哎哎，狙われまくり。兄ちゃん4発撃ってない？いや。俺一発一発撃つ。マジ？うん。あれ普通の MSL で。いつだろ？多分。多分。当時のミサイル。うん。トムキャットの即死は、あ、あそこ4発同時のやつか。あれ持って、いけ、いけ、あの、ゼロになってるけど、持ってない。油断しとったの今。うん。やっぱりアークがさっきからずーっと押し込んでんの。放弃，諦めます。看你也能追啊！你追那么久，我才咬到你一发而已。换我追你。啊，水，谁打我？看，漂亮。俺の当たったんでね。リトル、ナイス。あとは続け、リアイだ。ゴーゴー。えい。めっちゃ6発取る。今あの総攻撃かよ。3対1でやってやってる。次はアークが狙われるで。クソだ。クソ。3対1。あーベイブは感じてや。做得太好了，是什么？这种成就。啊，完全没有战功。应该是有那个吧，有那个配合的。刚有人一直追我，刚好是那个枯泥跟那个壁就马上都打掉了。是吗？全然役に立たなかった。いやー、でも看运气啊，の運もあるで。对啊，有时候靠近一发就中了。嗯。然后那个一直被追的话也没办法攻好好攻。好好攻击。嗯。あれ来ないね。そういや。途中参加 OK にしとったら入ってくるよ。途中参加。あれ？出なかった。カにしないと。
フ今は日あいや違う今のはあ本当だあでも今変更できねえけどなんだできますかズームセッティングであチーム戦はダメなんだわあチーム戦ダメですかあそうあああ团队战不行我说我这一台飞机好像有了什么电磁炮，但是我不会用。没有，库林应该是把特殊武器关起来了。Special weapon 那个是 set off 的，要吗？要吗很因为特殊不公平是那个，嗯，不公平。所以我刚看到电磁炮的，我看傻笑。KT 是几号开始放假了？农历年呢、啊？农历年、嗯，你是几号？二号就放了吧。农历年有之前有一个礼拜六、礼拜天，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是一月底就开始放了。出去的钱，你总是明亮的一关。哦，你啊，有够黑的。对，是哪里啊？汤家界。古老风。为什么是想要当家界？古老风。有点光あと発見しましたあ、可是現在只要被吃到一顆子彈就掉下去只要一顆子彈就好一光槍当たれ我比较想问那个阿姨那一台，或者下面会太多飞弹。我刚看到太多下面太多飞弹是怎样？阿姨那一台不是一台吗？亚贝，碎弹。山があった。どうした当たってねえのか、ハークン。すげえな。誰だ、後ろ先がついてんのは。そんなか。あ、いいや、ハークだといい。ハークを。あ、いいよ。うわいたいたいた。干嘛多少人在又在拉跟我？这什么人？阿达贝！亚贝，哪吒搞的鬼？啊，叔叔！哟，米莎也得加班了。アークも俺の後ろかもしれません違う
めっちゃみんな狙っとる、まだやんなる。あ、シェッ、カンのクイーンガチェッツ。くっそー、クニー。俺今の当たった？当たった。いや、俺いきなりにスピードダウンしたから。ナプインガイ、はいはい、これやっかりはいいかな。え、あ、俺の当たったの。ヤークうまくなってるやべえ。ヤークもうコントロールはもう専門だけめっちゃ強いよ。もうトム・クルーズになったの。うわぁ、狙われてんな。おぉ、あいや、すごい。あいよ。あいよ、終わったかい。哦、oh, 哎呀我刚刚趴身的时候瞬间发飞弹打我啊五百超会 MP 吧我的打 KLO 什么的負けた对耶哈哈哈哈 MVP 呢啊妈的用一个用外挂的人来讲那么骄傲外挂不要这样有遥感就外挂我跟你讲这个墜落マイナス4000点じゃんそうだよあそうな今書いてあった。はあ。墜落しない方がいいよ。墜落したら。トイレ。有人在刷牙。トイレか。じゃあちょっとどうしようか。あじゃあバトルロワイヤルで。うん。あ、出てってよ。オンですか。オッケー。俺はタバコ行ってくる。はい。始めとるけ。オッケー。点数稼いでいいよ。雑魚扱いじゃん。いやいや、これだってあのお金結構たまりやすいだろ。もう結構たまるな、これ。うん。こったらこも語っていかんか。多分わからん、あ、大物だよね、ワムだよ。两个人昏的不进来。就是按按按按的。多的棍战士吧。赚点是不？ここ落としてやるぜ。動いてねえぞあいつ。くたばれー。それでも当たんねえ。いや当たるっすよ。驚んこっと。機関銃でってこと？いやミサイル。あアーク取られた。はよ見させと。あ、おったも撃墜されたで、誰が誰だか分からない。動いてねえ機械どこや。マッキー当たったか。
靠北。おっしゃ。おこいでねえぞ。ああ、こったぞ。仕留められんねえ。おっしゃー、気持ちいい。おめっちゃ詳しいねえ。またかい。これ俺んち回来る。俺かクワ動いてねえかこれ。いや俺動いてないよ。なんでよ。クワ飛んじゃねえや。おっしゃ。あ、開いた。やられた。おー危ねえ。あいーやられた。靠腰，没带我，靠腰。啊，谁说？就是我没的。落ちた。また落ちた。おっと。お、かかる。看我是谁在跟我后面一直在尿尿的那种射箭一样。回来了，回来了。我下。去哪？哎，我躲一队在追。要追我！哇，太可怕了！我来躲了，快！哎，还偏！哎，好牛！这个，やべ、自分は自爆した。また落ちてもうた。落ちる？どういうこと落ちる？いやいやいや、墜落墜落。激墜、いやいや、落ちた。地面に当たった。あ、終わった。还是林本，因为刚撞地板。動いてない敵しか倒せん。やべ、俺とあとゼロだったか。墜落しないよ。しかも無人機、先ほど無人機だった。操作してない。俺も。無人機か。ああ俺と無人機のうちにやってやったよ。無人機。我抽烟了。我们还可以打。我要打阿姨了。阿姨晚一点回来。OK。行ましょう。ゼロでも 5万あったな。ありますよ。まあ人数によるよね。8人だったらその量はもっと増える。今100万溜まってんね。溜まってんね。こんなに、うん、あるね。100万か。いやこれも100万でも足りねえもんな。全然足りないね。
一機は35万ぐらいとか一つパーツ10万。いや最後の方の90万するよ、最後の方の機体。そう、あら、うん、しかしこのコントローラー本当に気持ちいいですよ。変わんないの？揺れるの？振動するの？振動はしないんだけど、操作はすごく、まあ、飛行機っぽいやな、まあ、飛行機に操作したことはないけど、多分こんな感じだ。うん、マシンガンが自由で砲塔シュートができるから、ダッシュワークアップ。あ、そうか、これ何、バトルロワイヤル、ロワイヤル、あれ、アイがいないぞ、うん、どこだ、アイいるよ、いたいた、アイ、あ、アイ、自分ブロックしたから。自爆した。哎，宁可不得不让他得分，你要自爆。咦？OK。誰だ誰だ、アークかよ。あーやばい。像我在瞄阿克，然后有人给我射了两包给我。啊啊，射空你。刚好在前面哦。你在瞄阿Q是不是打到我？所以你现在怎样？职业都要挡子弹是吧？所以在射出来天炮。我感觉他那个职业挡子弹。啊，是的啊，哥嘞。哥，你快跑！阿哥在追你。OK, OK, OK. 当たれ！やべえ、他持ってる。可以被追了。当たらんな。这一代，这一代有新颖的飞机吗？是啊，这对啊。到了。啊，是。因为我记得空战骑兵是哪一代？也是六代，有空，有空也有一个吧。我记得 PS 初代机 PS 1上面的最后一代。好像就是用虚拟的那个虚构的在里面。哦哦，真多啊！やべ、誰だぞ、東京にいるやつは。啊！地上的阿莫斯特。阿克快掉！哇，好多飞弹在阿克，好多飞弹在追阿克。哎呀！打到他第一名了。所以以后不要跟阿哥玩，知道吗？他都用外挂。压败，压败，压败！啊，再打！
哎呀，死啊！对，连射机关枪其实很恐怖。对，这很恐怖啊！连射机关枪，对，说你用外挂啊，扫掉。所以我觉得机枪为什么不会过热？没有这种功能。啊，干他们！打你打！对啊。库尼卡，没有过热，现在才夸张。哦，以前有过热吗？我记得以前机枪也不能射到底。有。啊！一定时间它就会过热。对啊。啊！蜜蜂活到最后那个弹起，那个下。看我还笑哦。孤军奋战。麻袋这个随便。怎么可能让你射到呢？いやでも振り切れねえななかなか。阿姨，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打到？怎样？我在抽烟呢。靠背。你在放置 play 是吧？哎，マジで？クソ、阿姨狙えればよかったね。我是35C，所以这是要抽的。有做到 F 三十五，本来被动，哎，都是上卡。好，重开一下那个，要吗？分享游玩。所以你得直播两个小时。我这个玩的超刺激，有点流连忘返。KT 要进去看一下吗？没关系，不用，我在清我的键盘。啊，键盘？不是，这是在清键盘呢。因为我键盘按起来很奇怪，软软的，然后按不下去。我觉得那应该坏了吧？直接买新的比较快了吧？我是苹果电脑。哦，你是用苹果电脑？啊，之前饮料倒进去，然后它过一阵子之后就。想起来，开的起来吧？为什么你们这是？一直在用。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都很喜欢？不认识的。还有开那个。为什么你们都愿意加入？为什么你们都很喜欢在玩电脑的时候摆一杯饮料在旁边？因为我们是肥宅。为什么还要好像我如果很我们是肥宅，我如果不要，因为我是肥宅啊，在玩电脑。我是在玩电脑的时候呢，我的饮料一定是离我的电脑。有一段距离就会在另外一张桌子上面，但是我伸手就拿得到，我绝对不把饮料放在键盘旁边。我们在外面租房子，没有那么多的条件可以要求。那你应该买那种啊，有盖子啊，或者是……我那个时候，是一瓶气泡酒，然后我。然后它是瓶木塞，我弄，我刚好手边没有开瓶器，我弄，结果它就在我的桌子上喷发。啊，不好听。哎，外的那个杯子有点。然后死了就往打我。那个专打自己的那个地点的吉他，我他妈的八九十颗，这弹是怎样？我二十来块的弹。やべえマジで誰だ都是我可以但我不是苗里我先讲我不是苗里没关系啊哦我比方说他都有打到你这事儿可以やれたかそうプロパイロットにやられたあいどこだあいは。あ、はい、还在抽烟吗？没有。哦，你已经有。好啊。
正好帮阿宇看一下这一台。哇靠！你这是注意要去打别人的飞机，跟自己又被人家打。是吧？啊！ああ、これアークにケツ取られたな、多分。アークじゃないか。あ、いいか。送一把啊！看妈被扣四千分啊！呀！阿哥，这啊，那别急，别上了，你这个，哈哈哈！可以打到五万中，中三。啊，可以的。马里奥奈卡。因为我在玩一级脱离战术。哦，可以，卖，可以。哎，怎么卖呢？いやいや、みんな悪くない。我卖，我卖，我卖不是好吃的意思。嗯，哎，很厉害，也是五麦。欧麦吧，一个番人说厉害，厉害。然后做事情某个地方很拿手的是，哎，五麦突然就哎五麦，敢被扣掉。这对战我就很废了。很扣四千，扣好多。あれチーム戦にしたらあの二人抜けた。有点靠着队伍盲跑啊。对。
上手くなりたいな。あれ、アークロナウカ一緒のチーム。あら、珍しい。珍しい。真的真的很少见。やっちまおうか。やっちまおうさ。OK。任しとけ、みんなの盾だ。よっしゃ。これ、格好がいいキャッチャーが強いんじゃないか。うん、俺、アークが狙ってるやつを狙うわ。タム・クルーズ1号から3号です。いきます。よし上にいんぞ。落ちた。アイユンの電話機だわ。早くもかい。好悲啊，你讲那么快吗？来，我先打一通过去，你不要接哦。0960，然后嘞？59998，0960590998。对对。哎呦，我有阿姨电话。哎呦。我把那个王子传给你。不是。好。到底多少发、啊？嘿啊！哎，这我用太阳火了。Gosh， 来个 nice， nice nice。我来打，我来打。嘿嘿嘿。我被三只五哎。呀，可以个淘汰的。他们三级一带都没我练了三年，我真不可以。完了！救命哦！哇，三只全部没有三只啊，我传到一个了。あのずっと機関砲なやっとるのは。あれあれ。3人に狙われてるよ。ミサイルが5個来とる。やべ、不是阿姨在干嘛？她忙一下嘛。看不到阿姨在哪里。哇，结果我好两个一直被三个在那绕圈接我哎。在你后面呢？哎，这，厉害了！哎，阿姨你来了，阿姨你在哪里？刚刚说。在后面呢。不是，呀，一直追我。これアークか。おっしゃ、くそ、ナイス。あやべ、後ろったか。我要被追，我要被打打打下来。臭阿克，你要追我啊！啊 ！OK。Thank you.
やばい。为什么射不到你呀、啊？那残血就往我下去了吧，笨贼。やべ。しゃ！あ、どうだだ。ハークとかうめえじゃん。どうした？よくやった。諸君。何これ？すげえ。いやでもやっぱりでもやっとったらさ、アークはもうどこにいるかもうわからんな。アーク機関砲ずっと撃っとるってあれでしょ。あ、そうそうそう。あ、でも途中でね、かっこいいもう。うまい。残留って。わかんない。誰が誰だかわかんない。これさ、あの狙いがすごくやりやすいですよ。あの飛行ルートがあの読めたらそのまま直行例のそのこ何固定移動ですか。すげえスムーズ。え、どういうこと。例えば同じ方向で飛行してちょっと距離離れてたんだけど、でも俺は一定の距離にもずっとマシンガンをずっとつけてるから、だからオート録音でずっとその機体を録できたら、うん、ずっとなんか最後の最後は絶対命中。あの6個ピピピピピピピはもう本当にそう失ってないから。わかりますか。そうだけど B ボタンでマシンガンでしょ。だからマシンガンでは関わらずに一応もう固定移動ですね。例えばずっと同じあの何向こうの敵の動きを読めたっていう意味、うん、例えば多分右上に飛行するから俺も同じ方向で飛行してやる。でそうすると同じ水平線の飛行がなって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ずっとマシンがチリズズズズとかさ、あと弾を狙ってもずっと録音してるの状態、最後の最後もずっと録音できたらもう爆発。まあまあそれ相手の動きを読めたらってことですよ。そうですね、これはそこがむずいんだよ。あ、そう、確かに。あれ狙ってきとるやつがおる。あ、これあのバトルロイヤルよ。うん、OK。 え、あっ、ここやっぱこのレーバー本当に悪くない。あれ当たった。或者我觉得一开始都被那一堆人要不是都是谁是怎样。わ、なんか早いやつだよね。うわ、やるだ。誰だ。知らない人が入ってきた。あ、やだ。
もしかしたら三角ドット押しとったらさ、後ろのやつもロックオンできるの？いや、できんの？後ろは多分無理よ。横とかはある程度あの画面の中央中心にコントを録音できるの赤くならんと思う。ああ三角で撮ったらなんかなるっぽい。やべ、さっきよりいいかも。でもなんか画面が縮まってこれ何なんだろう。我那个那个回旋的飞弹到底是什么状况？もしかしたら録音のあの誘導の精度性能上がるかも。性能？我那个飞弹一直在回旋，回旋到底到底？ダメだなぁ。センスがないよ、センスが。你选，你说真的很凶吗？因为我看到地图雷达一直有那个飞弹在从外围在回旋的，我想说干雷达到底啥子？因为阿哲把雷达关掉，所以我没看到他。아줌마아뭐나무되긴가確かに三角ずっと押したらなんか後ろの方にもなんか標準が行くね。近くなったら行くっぽい。近くなったら、うん、なんか狙っとるやつのが裏側に取るとき、おー、なんか近づいたら撃ってたけど、でも待っとるときって当たらんけ。まあ好啦，我进去睡了。好，比特，赶紧。哦，好啊。你休息。好累。好玩，到时候再一起玩。辛苦，来，你辛苦了。好，拜拜。拜拜。拜拜。阿斯米。阿斯米。これ、精神力をすげえ集中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ね。B さん強かったね。強かったね、うまい。D さん後ろ突かれたらなかなか振りほあの振りほどけん。不要说我坏话。あれは KT。没有啦。我听得懂 D さん。D さん。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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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ん。嗯。我们讲 B， 刚刚一起玩的那个。有。比特。而且你是 KT 啊，不是 D 啊。对，他是 KT D， 所以我们都会叫 KT。みんなうまいわ。靠北、为什么这个非常弹药是罗密欧？差的。いや、コントローラーにも関係あるかもしれない。俺コントローラーやらないと多分そんなにうまくできないと思う。もう慣れてきたから。一下有感，这个换手法。已经习惯了这个这只打法。你就一直在那扣着扳机，然后一直在那直直就好了、啊。对，没有啊，我还要固定位置，这样跟飞机啊。对啊，要跟的那个飞行路线，但是跟飞行路线超稳的。GU ターンズのやってみて。何や、こんな技がある。
なんか一気に、そう、なんかあるらしい。こんなん使ってないのにそんなうまい。いや、逃げまくっとるだけですかし。アーク発見。やばいやばいやばい、全部の倒すわか。なんでやられたいの？いいよいいよ。ああ、おっしゃい。なんか、独特やられとんな。なんか倒した。これはいいか。到底你是说都起来锁定我？是啊，喏。很多台。很多台。啊。啊，有人失速了。打掉我那台狮子！哇塞，漂亮！我还是想搞清楚那个回血的飞行鸟是哪里的。二蛋吧，是不是 HBAA 啊？好有道理。我好像飞弹都是直向的，它可能回是回血的。你有那个飞弹吗 ？H A B E。爸爸。我刚才看了一下攻略，里面只有一个是那个高诱导型长距离飞弹啊。现在在画面上面有一个飞弹，一直在转啊转啊转啊转。打到了，我要追那一个。哇，不要走！飞弹没有射到我还可以从我前面绕一圈回去，也是打超啦。うまいっすよ。MOJO さんうまい。ああ、やられた。やられた。あ、よく。あ。お、なんか MOJ 好厉害、なんか七万多分。他开的飞机是哪一台？喂？我说你们说那个，搞不好他飞机是很屌的。
哪有，他那个就是武汉那一台啊。可是哦，他真的蛮厉害的。可是他后面搞不好性能把他改到最强的。不要这样，打输了就是要认输，不要这么输，人家真的很厉害。阿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都已经开外挂来打输人家，他也只能这样讲。对，这就是我的错。刚才看了一下攻略，这游戏关卡还蛮多的。什么意思？你不是说啊是哦，所以不是说很少，实际上是很多。晓得。就是我觉得关卡任务多不多是一回事，看它长度多长，如果很快就打完了再多也没用。或者是或者是这个难度有一定难度啊。真的，它一段都好久，你要一次过关不容易，都打好久。我这现在都还。现在还有 checkpoint 不是吗？他就算你中途爆掉了，没有，他有一关，有一关那个第六关那一关 checkpoint 也很长，就你要一次把那个他还要打到那里去，一万七，很讨厌。我只记得，我以前玩那个 PS 1一代的时候，从头到尾拿来 checkpoint， 妈你爆掉就是整关重打，一代太久了。这个基本上这次都是整关重打的。我那时候360的 over 机也是啊，你只要一爆掉，大概就是整关重打。over 机对，他没有接关的，他就是整关重打。啊，看你左边哦，你左后方那个很强的那一台接近的。SU30M2。啊，这个哪里啊？还有一个是开台风的。台风是那台飞机。那台飞机看攻略，那是很后面的飞机。干你娘的！他当然。那台飞机很后面啊。耶，妈的帅哦！我看好多人在追库里。看一下台风是什么特别装备。哇塞！而且现在是我故意在试探的意思。台风的性能几乎是全部都是 A， 只有对地是 B 的。哇塞！天哪！有那么多飞弹吧？哦，来了来了，这是飞弹吗？哇塞，太多人抢了！我操！我还有打到人哦。好嘞。哎，这回事啊？誰やで通ったの？アズだろ。いや違う、俺シート狙ってるよ。あんまり手が狙いました。なあ、あなた誰これ、粘着だ。俺今ずっと台風を追ってます。マジで。ああやられた。Thank you.
ビクターどこやねん。那台飞机是单机吗？单机购入价格是14万。那他蛮会飞，还蛮追的。你是用的飞行器，你是用的飞行器，对不对？你只有速度比他快而已，就只有速度比他快，其他都不打。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啊，不是哦，我以为你把他干掉。哎，那是你来的。哎，要打吗？啊。ナオタが誰？嘘、やった記憶がない。ナオタだ、いや。乱戦だったんだよ。集まってんな、ここ。阿哥被人家追了，阿哥被人家追了。我一直被追。阿哥发现是我的。阿Q他会走，干，可是我没分数啊。哦，过一个。我刚才那个 Victory Guide 追不到，我也追不到啊。嗯，呵呵呵。你应该是不会追，你应该不会追不到他，你那台速度比他快耶。没有，他很会变，他加速又减速，他控制得超好，你就会觉得就是在跟你甩，你只在那边追他屁股而已。我不玩了哦。好的，还是先到这里。欸、我直播先到这里。好啊。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半。好，那我们今天的空战骑兵直播到这边，感谢各位，谢谢我们 KT 长两位版主，还有郭正跟其他的好朋友们，还有 BBP 特长，谢谢啦。好，这个空战骑兵实在非常好玩哦，有兴趣的朋友到时候有机会可以一起来玩哦。OK， 好，感谢大家收看，大家晚安 ，Good night， 拜拜，我是你，拜拜，拜拜，我是卡桑。